百里图书是啊，百里图书。秧歌跳起来。上来就用必杀呀，因为有这个揪，就显得你头型特别怪。取了个洋葱，洋葱公主。咱们去走红毯吧。红毯已经在他头上了，你走他吧，你可以踩他。我先看一看你的样子，别急。是一个可以飞的毯。拉着飞，都换一个，好，来吧，张小凡啊，来。干嘛？别的摇摇一块。我们去走红毯吧。是走马兰坡的红毯，还是国际上的红毯？都可以，走完以后我给你做饭吃。可以向你提一个要求吗？说。我心里有一个秘密，我非常非常喜欢你手上的木棍。我们走吧，请张开你的手。啊，小凡有点这个傻白甜的感觉，是不是傻白甜？对对对。哎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你这个画的很漂亮啊！这个木棍有点打扰你啊。好，再试试鬼力，你要拿什么？好，你跟人借东西能客气一点吗？好，来，鬼力，喂。喂。好，我知道了。知道什么了？杰哥说让你跟我走红毯。霸道 boss 哦，是这样的，是不是？谢谢。